喽。其实我的妆都化的差不多了耶，谢谢菲兰的酒票，谢谢。Hello，Hello，晚上好。谢谢大家，你们辛苦喽！谢谢 YBYBubble 送的一票，谢谢你。谢谢爱开火锅的打火车送的一票，谢谢。哦，不对，奶茶，谢谢好的远的一票，谢谢爱开火锅的打火车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此时此刻我终于从青岛回到了上海，回到了我这样房，回到了我的房间，终于回到了房间的快乐。谢谢99票，谢谢瓜子人均的一票，谢谢晶晶的一票，谢谢冰淇淋陪年。呜呼耶耶呜，全世界都因我照亮国度，付不付出？谢谢冰淇淋陪年饭的奶茶。今晚吃了什么好吃的吗？没有吃，吃了水果。谢谢 top 的一票，谢谢灿灿的99票，谢谢零的一票。今晚吃了水果，谢谢 cuin 的一票，谢谢4397的奶茶。谢谢南半球见不到美女的一票，谢谢呆萌的一票，谢谢。晚上好，哎呀，真的很讨厌这个防窥膜，我把它撕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在线撕膜，好了，舒服了。心就这个防窥膜搞得我自己都看不清我的手机。对，真的很烦这个防窥膜。谢谢小鹿姐姐的奶茶，撕了睡。谢谢小鹿姐姐的奶茶。谢谢江南孤寂的奶茶，谢谢飞机的奶茶。我回到了房间，真的好快乐。在青岛这两天，谢谢好的远送了奶茶。说实话，在青岛这两天很不快乐。不快乐的印象没有，就是因为好累啊这两天。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太偏了，就没有好吃的外卖。就是你是人很疲惫，然后又吃不到好吃的东西。谢谢江小 P 的一票。就很想念，很想念生活中心。然后你知道吧，今天回生活中心在车上点外卖。谢谢安酱99票，谢谢99票，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。在车上看中心附近的外卖，看饿了么，看到眼花缭乱的快乐。
酒店餐厅很好吃，酒店餐厅是很好吃，但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餐标连他那个酒店餐厅，他就是一餐的那个费用是大概我看当点评上团购是150左右，我们餐标连三分之一就只能付三分之一的钱。啊，灿灿的99票，对不起，谢谢灿灿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明天我就要去拍我呀，生日要给大家，要给大家这个斥巨资哦，生日要拍的 PV，终于要开始拍的快乐，不知道明天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。谢谢山风吹过元气夏天的一票，谢谢你的2票。对呀、啊，吃巨资，真的是吃巨资。啊啊啊！谢谢小咕咚的9票，谢谢。而且这一次要拍，就是这个 PV 要拍好多天，就是因为好像场景什么很多。对，然后在身又开始一边说着一边说斥巨资，谢谢小坏坏贝的9票，谢谢9899票。谢谢99票，对，不要内卷，不许内卷，不可以内卷，朋友们。谢谢你们的，不是，谢谢九，我脑子不正常。谢谢98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回到房间，发现阿姨又给我打扫房间的快乐。就你从外地回房间，然后你发现自己的房间很干净，收拾得很整齐。心情会很好。对呀，阿姨好好哦，阿姨很可爱。阿姨回来之后，她还来跑来我房间说：“杨冰怡，我给你收拾了，好吧？”我说：“好，谢谢阿姨，爱你哟。”还好啦，这个淤青已经习惯了。可乐吧，阿姨，等一下又来敲门，不应该吧？阿姨应该不会时时刻刻的，就算她有小号，应该也不会时时刻刻都关注着我的直播吧？呜呼耶耶呼，全世界阿姨快来看看 PK，PK 不是都结束了吗？看难道下一次已经开始了吗？全世界都因我而较量过度，服不服输拿出你的态度。谢谢小黄鸭吃藤骨拉面的1票。膝盖饭是什么了？谢谢 YBYBubble 的1票。我昨天青岛，我其实真的有个问题想问，有没有在现场看了我们三角函数青岛巡演的人啊？小腿贴着绷带是因为不想懒得遮，所以就贴了。昨天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？是真的很不好看吗？因为昨天真的好冷漠啊。
场子太大了。真的吗？就是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特别是 UNIFOR 有首歌，有个动作，哇！我们以为那个动作一出来，台下一定会啊，然后结果我躺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连一声尖叫都没有，一声尖叫都没有。我们下去之后全员 emo。全员 emo， 大家都在想，现在是台下的观众朋友们刚从就是说什么哪个寺进修完回来，很心很平静，一边看公演一边。不是啊，但是连感觉就是。反正就是干什么都没有反应，可能是因为昨天就是场子太远，再加上是新冠大家不会抠的原因吧。不过因为场地限制嘛，所以新歌曲都不是它的，就是不是它完整的效果和版本。捧一这个头像是什么呀？给你一圈。那如果两边都是一言不发，谢谢女朋友的奶茶，你夹在中间，你会不会想喊也不敢喊？确实，这个头像看着让人想睡觉，困，眼睛要闭上了。今天就播到11:30，我就下播了，因为我想赶紧卸妆睡觉了。谢谢韩潮的奶茶，就给大家播一会会吧。谢谢打火车的奶茶。谢谢陈深的一票。我的脸这个妆，其实直播的时候因为有美颜滤镜嘛，所以看不出来。但其实它在我脸上已经就是说，谢谢恶业的奶茶，谢谢恶业的奶茶，在它在我的脸上已经凝结了。明天倒是不用早起去拍了。谢谢老虎的奶茶。但是想休息一下，因为这两天休息不够，感觉脸都垮了。谢谢好得远的奶茶。谢谢奶茶的奶茶。确实直白好明显。我再告诉你们一次，就算我自己说我脸垮了，你也不能附和我说我脸垮了。怎么这么直男啊？谢谢费兰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我说我脸垮，但是你们说你脸并没有垮的快乐，谢谢你。谢谢一小白的9票。谢谢孙月月的9票啊，1票，谢谢你。我没睡好，这两天休息时间太少。谢谢消失的橡皮的9票，谢谢派大星的1票。
而且就是他那个剧院的灯光有点鬼畜。谢谢我杨斌要下播睡觉了送的花开富贵，祝你天天挑野蝶。谢谢一只赌鸭的九票，谢谢你。其实我有点不喜欢我现在这个发色，但是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，看一看7月2号首演，就是在剧场公演舞台是个怎样的效果。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暖色调的发色。谢谢，只要活着就继续背单词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我在青岛，虽然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外卖，没有什么好吃的饭，但是我点了一家水果，然后那个水果我第一次吃阳光葡萄，哎不对，阳光玫瑰，哎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哎，阳光玫瑰，哎，就那个那种青青葡萄、青提子，一种品种，好好吃哦。啊，对，阳光玫瑰，阳光玫瑰是嘉定的。我为什么在青岛？这谁呀？我不喜欢这个头像，谢谢，算了，谢谢专属的奶茶。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头像，谢谢专属的99票，谢谢你的。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就像是，谢谢988跳动音符，等一下啊，就像是我今天看到了，每次看到有很好看的反图的时候，就很快乐。谢谢999的99个巧克力，谢谢你。谢谢脖子疼疼疼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，唉，就像是今天，我们从车站出来，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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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热，然后坐上车那一瞬间，感受到车里的空调的凉爽。谢谢好的远的2票。今天真的好热，这么多呀！谢谢我杨斌要下播睡觉送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我看到你换掉了我那张不喜欢的表情包一样的时候的快乐。检讨的意思，好的，原谅你了。谢谢专属的1票，谢谢你，谢谢李否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，谢谢好的远的1票就像是我的发色，为什么我的发色就像是，谢谢小杨病神切卡比多9票，哦18票就像是。就像是今天收到了这个叫什么618的快递，回来之后去快递间，我的快递炸了。
好开心哦，我好喜欢收快递哦，谢谢废土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我拆618的快递，拆快递也是件很快乐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什么大可不必啊，干嘛啦？怎么嫌弃我？但我买的很多都是衣服什么的。人最近开始稍稍开始注重了，也不是稍稍吧，确实是挺注重穿衣这个，每次对吧？相较以前来说啊，谢谢 YY 流霜的奶茶。相较以前来说，还是很注重这方面的。买了好多衣服，现在我的淘宝就在买衣服。谢谢熊的。哎呀，好的，好的，期待收到你的夸人大全。我沉默了，就像妈妈的关怀。我妈妈这才不是给我关怀呢，这是给我压力，也给了你们压力。谢谢黄浦区成都北路一票，谢谢没见过这么帅水塔的一票。他也太关注我的事业了吧！谢谢黄浦区成都北路的9票。谢谢孙月月的一票。你们也不要，就是说，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。最多就买买彩票得了，不要看刑法。开玩笑的，你们好不能开玩笑啊！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啊？谢谢图灵机的9票，谢谢你。谢谢纯净的9票，谢谢你。考试越难熬，谢谢卑微小卓的99票，谢谢振宇不振的9票，谢谢想要命生切歇的1票，谢谢卑微小卓的99票，谢谢你99票，你的99票就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是今天看到速报13名的快乐。也不能说快乐了，毕竟咱们的目标是神器，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，然后也很感谢一票，爱你们哟。怎么没拿到目标还快乐？谢谢猫头叹气的9票 ，just 速报嘛。速报啦！我们还有多少天？谢董大师的1票。还有，不知道多少天，40天，还有40天，还
还有40天可以加油呢。所以说，就是说，也不要说，但还是要有压力的。然后前面的大家都很厉害，但是也不要太沮丧吧，因为只是速报而已。我以前还得过速报第一呢，那我这么多年总选也没得过第一呀、啊。所以说加油啊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！不，我就是想表达，就是说我以前也有，就是说也有在速报得到过很好成绩，对吧？但速报它并不代表最终结果嘛。谢谢，哎呦，这个字我是真不会念。谢谢七送的九票，谢谢微笑的九十九票，谢谢你的99票。我以前也有得过速报第一，然后还有得过速报第二，还是第三吧。第二，对。但其实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得速报第一那年。我没有进圈，那是因为这是我参加总选第一年，我也并没有进圈。然后我的速报第二那一年，我的目标是 top 16，其实那年我也没有达到 top 16这个目标，所以我觉得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就不因为。是速报嘛，就不要太去难过或者怎么样，或者觉得没希望或者觉得怎么样。还有40天可以加油呢，我也会拼了命加油的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加油的。谢谢前辈在吗的一票，我是插队第一那年，不是吧？我是插队第一那年。不是没有喊痛，谢谢路过 YBY 要神奇投的9票，谢谢路过路人。对啊，所以说，对，我就是想举，就是想单纯的想表达这个意思。谢谢琪琪弟弟的女朋友投的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，谢谢正与不正投的9票，谢谢琪琪弟弟的女朋友投的99票。说实话，我都快忘了，快忘了我儿子还有女朋友这件事情。好快乐，看到你，我好快乐。谢谢 Sin 的9票。谢谢没有感觉慢慢的9票。我这不能不承认啊，他给的太多了。不要打问号，他给的太多了。该下播了，再播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谢谢小一的99票，谢谢你的谢谢你的2个99票，谢谢你的3个99票。你这是要，你这是说你是不是想说不用我说了？你一定是这么想的吧，小姨，你出来说句话呀。连续剧么？
谢谢妈妈，我今天就要远航，投的就是99票，谢谢你的99票。妈妈，我今天就要远航，么？妈妈不允许，妈妈不允许。啊不，哦，这样啊。谢谢杰胜一云会投的9票。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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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久不见，当你站在我眼前，再次来到身边。这几个字真是没有办法用普通话讲出来呢。我现在装卡是不是装得非常熟练？已经非常的熟练了，我现在这个技能啊，不好意思，好尴尬呀，我的 iPad 怎么不给我面子呀，无语。我刚准备开始，我的屏幕就黑了。算了，不装了，好幼稚啊！你们真的很幼稚，无语，你们太幼稚了。别别别！好，下播啦！今天这半小时怎么这么快？一瞬间就到了，一瞬间就半个小时了，好奇怪啊！谢谢 YBI Bubble 送的1票，宝宝。谢谢孙月月的1票，谢谢陈深的1票，谢谢应该一小白的1票，谢谢看不过来了，谢谢大家的投票，谢谢冷吃兔1票，谢谢。哎，我看不过来啦，谢谢你们的每一票，谢谢你们的每一票，真的谢谢你们的每一票，每一票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接下来的40天，我真的会跟大家一起冲下去的，所以说拜托大家了，加油，一起加油哦，拜拜。明天给你们稍稍剧透一下我的 PV 吧。拜拜。我每天都会直播的，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一定会直播的，直播 OV 电台我一定会播的，每天见，拜拜。